如果你们真的在乎一个无辜孩子的心灵，就请不要再炒作这件事情。你这样拿你的孩子当挡箭牌，比喻美太逊了吧？我的孩子不是我的挡箭牌，我才是我的孩子的挡箭牌。为了不让他受到一点点的伤害，我情愿承受你一千件、一万件，要我死都甘愿。 是他在背后搞鬼，是他跟狗仔说你们两个离婚是因为暗真心外遇。不想再看到你们两个，今天马上搬出去。就算我错了，你还是爱我的啊，对不对？借钱，你要是想送维恩去精神病院呢、啊，你老兄我愿意全额付费啊。这个世界上少一个祸害，就是多一份平安。笑啊。 笑死算了！干杯！发生那么多事情，萌萌都没有感觉哦。我上次才跟他讲了很多。